正当全世界的人以为金三胖出了状况，以为他死亡，有的人以为他脑死亡的时候，金正恩突然满血归来。2020年的5月1号，他出现了。他出现在朝鲜顺天临飞厂的竣工仪式上，并且进行了剪彩。现场看上去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彩旗招展，人们热情地迎接他的领袖。金正恩神采奕奕向群众挥手，并向热爱他的人民招手致意。人民群众表现出了对领袖疯狂的热爱，他们手舞鲜花，高声呼喊：“金大将军万岁！”金正恩也兴高采烈地向拥戴他的人民挥手致意：“人民万岁！你太幸福了，金三胖，这么多鲜花簇拥着你，我不但活着，我还活得很滋润。”金正恩亲自指挥化肥厂的开业，以及安排将来的生产活动。我们不怕美帝的封锁，我们要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我们要让我们的百姓吃饱肚子。看，在领袖的带领下，我们又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工厂，这是多么的骄傲。金将军在指挥时盯着仪表盘，给工人们安排具体的工作，一帮父亲辈爷爷辈的老干部拿着笔记本赶快记下金将军的指示。金将军笑逐颜开地说：“我们的国家又取得了一项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。”请看好后面的时间啊，2020年5月1号，金正恩王者归来，打脸全世界。